真的就是锅气十足，我好久没有吃那么锅气十足的炒面了。这个是一个牛肉炒面，像不像新疆炒米粉？然后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吃过，这个叫牛肉炒豆丝，它是绿豆的。这个皮是比较厚的，这个绿豆皮片。这要是特辣，哇，看着上面大片的牛肉。我来武汉四川长了4斤。武汉人还要卷起来。嗯，我们都是卷。哦。咱们店开了多少年了呀？六七年了哈，也。我感觉这种店一般都开了20-30年，他们家怎么只开了6年？我要想把武汉这些好吃的面吃完，估计得拿1年的时间在这儿待着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果。今天武汉下雨喽，下的还挺大。你看，武汉真冷。今天是风。风，给我们推荐一下。家叫云。哦，云。同时喊我的名字。是他们家的价目表，推荐什么？他们家推荐的是牛肉炒面和牛肉炒豆丝。这个是牛肚吗？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牛肚。哦，我单加一份牛肚可以不？然后给我加一个豆干儿，这个。老板为了吃你们这个面，我们专程开了1个小时的车过来。这么离谱，你都觉得离谱吗？如果好吃就不离谱。真的很像风，真的很像云。哦，你们两个撞衫了。对，我和那个阿姨撞衫了。然后今天我们要的是2碗，然后呱呱给我推荐的这个是一个牛肉炒面，像不像新疆炒米粉？然后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吃过，这个叫牛肉炒豆丝，它是绿豆的。然后这个分量还蛮大的，这要是特辣，哇，看着上面大片的牛肉。这会儿真的是锅气十足，进来就会看到一个阿姨和一个老板大哥两锅齐下，双锅齐下，唰唰唰。先来一口这个吧，从来没有吃过。这是绿豆吗？对，绿豆居然做出来是这种有韧性的。你们应该有吃过那个绿豆凉粉吧？它其实是那种一碰就化的，没想到做了很有韧性，很辣，然后就是酱香。嗯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糯糯的，然后这个很好消化的样子。嗯，好吃啊，来一口面吧。这个面的粗度跟我这个筷子差不多了，那种粗碱面。反正吃惯了川渝地区的那种面之后，来武汉我根本吃不动。这边的牛肉也很优秀，看。实实在在的牛肉，绝对不是料包，但是这种锅气十足的牛肉很相配的这个炒面。嗯，我还格外要了一个，这边是叫干子，其实豆腐干儿，单独要了一份牛肚的浇头，它是外面有一大锅卤好的，然后直接夹的一份。嗯，这个很软，把剩下的加到这里面吧。我的一碗豪华炒牛肉面，牛肚牛肉炒面，哇！来，一位。他这些牛肚牛肉其实是在外面一大锅一大锅已经卤好的，你要加的话直接老板给你夹起来就加进去。他们家这边也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个蛋饺，3块钱一碗，这个很便宜，我觉得喝一碗这个比买一个饮料要好一点。晚上来了武汉这几天，天天都在吃面，但天天都在吃不同口味的面，真的吃不腻。它的整体口味跟我们在成都吃的炒面的口味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底，看这个红油，油亮汪汪的，哇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个开一家在成都吧，我肯定天天去吃。嗯。我来武汉四川长了4斤，很感性。我现在里面已经是料多过于粉面了，看一下，都是牛肉牛肚，像吃一盆菜。热干面也是这个面缸，对，这就是热干面，不过他们家的这个面比普通的还要粗一点，粗一点。对，我也发现了，吃到后面越吃越香，它的料全部沉到下面去了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餐的话，记得要给我点点关注哦，拜拜。